可爱，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他一生三千宠爱。不需要很有钱，不需要很帅，他脾气古怪，有时候暴怒，有时候你必须忍耐。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？让他乱了方寸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想说这怎么可能？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，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，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，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。但他在这边，而他在那边，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，而他总做事而不见，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。而他说今天啊，可不是来看你的，我约了人，我在等人呢。奇怪，怎么还没来？哎，湘琴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一路上滑板好难溜，现在开车跟疯子一样。哎，紫苏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麻烦给我一个顺带哈。再来杯水好了，我一路上赶来。对啊，我们今天要约会，从今天起我们两个开始正式交往啦。马上，我让你不要乱讲啦。哪有啊？好的，请稍等，水马上就来，祝你们今天玩得愉快哦。那你今天想去哪玩？台北我很熟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玩。你该不会没有约过会吧？哪有啊？怎么可能？显然既不快乐又不浪漫嘛，好吧，你把今天晚上交给我。年轻很短暂的，我们应该及时享受一下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不，这真的吗？去哪？我们可以去逛夜市，再去看个电影，然后我们去坐摩天轮看夜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听起来就很兴奋呢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嗯。走啊走啊，赶快！跟我在一起，你吃再多都没关系，再胖都没关系，就算变成猪都没关系。我先去滑一下。
真没跟其他男生交往过。古人很热情，也很体贴，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。喜欢极限运动，包括滑板、单车，还有自拍轮，还有攀岩，都算是极限运动的一种。我觉得玩这个会让我很有勇气。其实我以前是个胆小鬼。怎么可能啊？看你追求人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胆小鬼啊。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。从小是我妈带大的，以前所有事我妈都会把我照顾好好的。我跟别人吵架或是被别人欺负，她都会很冲动去帮我讨回公道。哇，好酷的妈妈哦！有她在，我什么都不用烦恼。有时候甚至还觉得她很烦嘞。一直到去年他过世了，我才发现没有了他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是。其实我妈咪也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在身边了，才知道有妈妈的好。我妈刚走时，我几乎完全没办法承受。直到有一天看到你，看到你送情书给植树学长，以为你会放弃的，要是我啊，早就羞愧的票装到哪里去了。可是你竟然坚持下来了。哎呦，我那件事我很丢脸，好不好？好像我妈哦，对什么事都不服输。像你吗？你该不会？有恋母情节吧？对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努力不服输的个性，真的跟我妈好像。这也是我那么喜欢极限运动的原因啊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？走，我教你。啊？我不会啊。走，没关系啊。我真的都不会，我会跌死的。我教你啊。你看，你还有那么多东西没吃，我帮你解决它。嗯，交给我。那好吧，那我先去喽。好
不晚，还梧桐，还根溪。这样，各位同学，这样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？没有迟到啊，你不是跟我约下课？对啊，现在才刚下课啊。下下，是你找到了吧？你是不是下课啊？怎么啦？我们去散步，走。那个你今天上课上的怎么样啊？上课还不怎么样。小心小心。不用理他了。对啊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今天放学我们要去哪里玩？哦，我知道东区有家很好吃的咖喱饭。咖喱饭啊！哦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咖喱了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。看你常常玩滑板，玩多久了？你们不要一直挡路好不好？去打中球喽！开始五元，要去哪边打的？都可以啦，你准在追学姐，多少钱？会不会管太多了？胆子还蛮大的。多少钱？就这样子。你们两个少在那个八卦。对啊，搞不好。阿半，多少钱啊？5000元。啊？5000？你疯了？该不会就是你？什么？你不会是那个叫什么王五人，还是李五人？管你是哪个牌子，还花生人，你就是那个一年级乳臭未干想追香琴的臭小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香琴真正的男人。要不是刘龙跟纯美先告诉我，那香琴就要吃你的亏了。我想你应该不适合香琴吧。再说江直树大概不会把你放在眼里，餐厅的大叔。你讲什么啊你？讲一次啊！臭小子！老板，到底要卖中餐呢、啊？子琪，好啦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我放你一马。以后你最好少在餐厅出现啊，我是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吃的。想什么？怎么会为了那种女生争风吃醋呢？没品味。香琴哪一点好啊？又蠢又迟钝。总比有些漂亮的女生好吧？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对人没礼貌，个性又差，又难相处。你说谁啊？你该不会是以为我在说你吧？我最讨厌这种过分自信与自恋女生，跟香琴实在差太远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讨厌的男生。巴伯，你好往哪里去啊？没品，粗鲁，没气质。
么？哎，要不要我叫植树啊？植树，我想先去洗手间。哦。这些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啊。追植树的香气，原来这就是我给人家的印象。我好像不应该再借着某人来气植树。他已经出门了吧？哎呀，赶快打电话取消约会。收不到讯号，哎呀！香琴，刚福生看到你进厕所，我想说怎么这么久啊？有点担心你。哦，我拉肚子，肚子痛。真的还好吗？嗯，好多了。一定那时候来这里喝太多咖啡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服务生跟我说的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干嘛为那个江直树这样牺牲自己啊？他又不会珍惜。早点忘了直树吧。为什么人总是看不到眼前的幸福，要追求那些虚幻的感情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才是最爱你的人。华山南，你干什么？阿金，放学之后就过来打死你！你在说什么？放学之后开始鬼鬼祟祟，说什么要约会啊？不要再打了！我知道你要跟湘琴卑鄙无耻，你根本跟踪我，太过分了吗？你大量跟踪你，你变态！要做生意，你们这样已经把客人吓跑了。两个大男人吵架还真难看，你们到底？难道？难道是为了他在吵架？讲这事不用你管呐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又不喜欢湘琴，这事你管不着。我是管不着啊，不过你们两个搞清楚，湘琴喜欢的人是我，你们再怎么打也没有用。我下班了。植树，植树，唉，真是难堪啊！你别太过分了。那
甩了还满鼻子血，不是很丢脸吗？不用你假好心，还在那边落井下石啊！搞不懂男生在好强什么，还不是面子。是不可能嫉妒你和五人的，我早就知道是你离开我妈的安排，你还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觉得好幸福哦。想跳就跳啊！勇敢一点，说不定我会帮你鼓鼓掌。我不是不敢跳，等我练好这种高度算什么？没有在怕的了。你来干嘛？在跟踪我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卑鄙啊？卑鄙？我是来看你的。如果你从这边摔下去，我还可以帮你叫救护车，免得你在那边哭得喊救命，也没有人会来救你，多可怜啊！我才不会掉下去，更不可能喊救命。哦，失恋的人很难讲了。
干嘛？都有胆想对学姐怎样了，才这样轻轻碰你一下，就怕成这样？你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啊？你以为这样子，湘琴就会回心转意爱上你吗？你太小看爱情了。为什么你总是要那么恶霸？难道你不能温柔一点吗？不希望你听得懂吗？我就看不惯你懦弱。换车票。走啊，干嘛？哎呦，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前途而努力啊！你们在家偷懒，小心没有前途哦。走，读书。下课要陪他去买新的吉他啦。我也是啊，阿布说要带我去看电影哎。不好意思哦，你自己努力喽。哎，阿布有没有开跑车来啊？有啊。那你们可以顺便载我一程啊，我快迟到了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再赶快走，这冷气。哎，你们两个真是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。人生除了爱情外，读书也很重要。期末考啊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嗯，也对哦，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在为期末考准备。那这个是什么的原文书啊？你一辈子都看不懂的书。讲这样，我怎么可能一点都看不懂？我看。病理学。病理学。嘘，吵什么吵？
你是不是想当医生啊？又不是自己想当医生就能当医生的。哎呦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你是天才啊，一定没问题的啦。真羡慕你们这种思想单纯的人。我听得出来，你才蛮笨哦。思想单纯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想做什么就去做啊。没做之前，谁知道有没有机会？是啊，哦，哎，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，哎，这次我来就好，来就好。哎，今天煮红烧牛肉很香哦，嗯，晚上等着吃哈。哎，那怎么没有跟刘荣、全美他们出去玩呢？他们，嗯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男朋友啊，哪会理你？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爸爸，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你不舒服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伯父？怎么回事啊？妈妈，你把植树现在住的地方都快找出来，我有事情找他。哦，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个23786677。是吗？这里，子树啊，爸，来下去，这里，来，小蔡来下来，下去，下来，来去去，下来嘛，乖啊，儿子啊，嗯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这么急着把你找回来。老爸公司有一个秘书叫李安田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。那个人来过我们家，看起来还挺老实的。他怎么了？他全款潜逃了。什么？目前下落不明。他甚至还把公司年度最大的案子魔力四射圣兽王的 case 给带走。最糟糕的是，我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他带走多少钱啊？3000万。事发生啊，爸爸，你对他这么好哎，而且他平常看起来好老实的样子啊，真是想不到哎。我也觉得很意外。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他，才会有今天这样局面的。
也不能怪你啊，现在人都很坏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伯父啊，那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对策呢？到目前还没有想到。依我看来，他应该已经把新产品的企划案卖出去了。我们现在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替代秘书这个职务，然后再规划一个新产品来取代。否则，这个消息一旦让股东知道，会引起其他股东的恐慌，到时候公司就会很危险。找个可以信任的人。支书，那就是你啦。我现在不知道除了你还有谁可以帮忙我啊。爸，你要搞清楚，我对公司的情况完全一无所知，不管是经营内容还是工作状况我都不知道啊。这个我知道，不过植树，你学习力强，领悟性又高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够上手的。对啊，植树，你以前不也是翻班师傅就会做菜了吗？对啊。来，这边是公司职工的名单啊，大概是这些人，大概先了解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一份是我们的客户往来表啊，这边的往来的记录，其中这一家玉的工厂啊，他跟我们这个之间的生意做的最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有就是这个会计的报表啊，来，会计的报表这边你看一下这个。所以这就是那个商品的企划案，所以我也想说，你把这一个伯父，哎，我想问你哈，我可以帮一点忙吗？你呀，湘琴，对，不用，不用了，湘琴，你这份新伯父新领了，都不用了，可以了。爸爸，那湘琴现在放下啊，没什么事情了。那公司现在一团乱，对不对？就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心力啊。对啊，妈，人手够了啦，真的。不是，还有宣传部啊，企划部啊，不是各个部门不是现在都很混乱吗？我会打扫，我会洗碗。不是，因为最主要是这个企划这边呢，那我想请这个植树。爸，这家伙只会越帮越忙而已。伯父，虽然我可能没有像植树那么聪明，可是我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帮到一点忙啊。对啊，爸爸，反正。就让他去帮个忙吧，至少有这么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他帮他一点点小忙吧。妈妈，我真的想不到湘琴到底在公司可以帮到什么忙嘛。哎，你怎么会想不到呢？公司有这么多部门啊，比如说企划部啊，比如说宣传部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么活泼，哎，管理者很多，一定可以帮上忙的啦。有。有吗？那个宣传部可以帮到忙。啊，我就知道。爸，你想清楚哎，这个笨蛋任何事交到他手上一定会搞砸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谁放得了心啊？哎，趁现在让湘琴去过过上班族的生活也不错啊，不然以后怀孕生 baby 了就没有机会了。到时候啊，孩子一定是一个接着一个。那哥哥在外面做大事，湘琴你在家里当孩子王。
干嘛啊？很晚了耶，你还在看资料？我帮你按摩好了。不用了。你真的要早一点睡啦，要不然明天很早起来。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风温柔的清晰，也许飘来好消息，一切新鲜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走入你给的错觉。找不到痕迹。